歌唱多少次随便了啊。Happy birthday. 等我出去的，随便了。他在镜头里呢。三二一，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哒哒哒哒哒哒。出生在湖南长沙，然后呢一出生就去云南了，我妈是云南的。最早也没想学艺术吧，我最早其实是想买本中医自己先琢磨研究，以后学那个。再早一点是学足球，但后来家里人说那个中国足球太差了，你还算了吧，后面就有球了。嗯，后来就我开始爱上画画，就是喜欢画了，没事就画画，因为找到一个比较愿意做的事了，哎，挺好玩的，挺喜欢弄的，就经常画一画什么的。做了一点东西，就参加那个展览，就大三的时候参加这些展览，而且还都获奖了，就觉得特好玩，我操。长焦机它是过生日别人送给我的，后来我觉得可能那叫声还挺生动的吧，自己叫吧，别人都会笑他，但是他自己挺惨的，那个关系我觉得很好。然后又拿出来让他那个一直叫。现在目前这个就是想做一个队伍似的，啊，敢死队是吧？就像刚才唱生日歌一样，可能。他们就是为了去庆祝毁灭或者死亡的那种，去庆祝那个生日的这样。所以这个作品接上电以后就特别的吵，特别闹，然后那个鼓啊铃啊就混到一块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听到了那个葬礼上的声音，我想把它放进来。走吧，往那边走就行了。啊！别人老说你这个是不是行为啊，他那说我有什么办法，那是他的理解，我就一生活那个没事干好玩的，我真没觉得我有做一些
行为啊什么的，觉得去水上天又热，去水上拍几个镜头不就挺好的吗？我也没定义它是哪一块。有时候我认为是什么，别人不认为，所以那这个也不重要了。他认为是什么，就去认为吧。拖鞋，哎，这个踢过去吧，它会飘回来。那你试试吧。哎呦，我操！我现在用一些现实名，可能就是争取想让一些像一点的东西变得不像一点，所以后来会经常用到生活中的一些这种剩余的呀，或者是可以是新的，也可以是旧的，也可以是买的，也可以是捡的，可以说比较随意吧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，经常那个小区路啊，还有那个还有学校那些设施啊，就是每年都在那里拆来换去的。挺乱的，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些感觉杂乱啊，没秩序这个感觉会存在。虽然有点讽刺似的，但是整体我还是觉得从一个比较的乐观的态度去看它吧。操，这么多苍蝇！好了，去我自己的门上画一个，我操，挺麻烦的做作品，真的挺麻烦的。然后，但是现在的人。大家都喜欢找麻烦嘛，找麻烦就比较好。对，猪八戒，我操！猪八戒，多投入一点，总会有回报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就待在自己工作室，能够创作一下，有时候。就挺好的。我签个名吧。反正我在工作室，我就尽可能的希望能够有很多改变，哪怕是去移动一些小东西啊，我觉得有改变。才显得我比较有意义在这里，要不然什么都不动也挺傻的。在某个角度，就是从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说，我觉得那个政府有些事情做得特别好，他就老让这社会这里又变那里又变，然后千变万化的。当然有好的有不好的，你就受着。但至少他让一些事情在变，我觉得变的话。
让你有更多体验吧，你就是哎想到了我们试试嘛，那也许有很多的东西会呈现出来。